所以我们讲啊，具足，具足就是未发生，但是你已经明白，你还没有圆满，你已经看到了，我们叫具足什么？具足什么？功德丛林，是啊，还没有完成。那如果完成了，叫成就，那就不会再流失了。所以这里讲的无智亦无德。 讲的是得到还是讲丢掉，而今今天再找回来。其实不管你是哪一种状态，都是你中间的感受。同学，你这个智慧，你现在学佛学会的这个智慧，是你本来的吗？还是后来学习来的呢？ 相状上看起来是学习来的，能力是本来的，这样是不是通包了？<laughs> 可是这个相状啊，这件事情跟你累生累劫的很多，其实非常的相似，它只是人事物啊、地点啊、发生的强度啊，略略有些不同。可是你的能力其实是本来就有。 所以你以事件上的经验值，好像是，嘿，我得了这个经验。可是你以的你的能力来讲，那个，你本来就有，所以不叫得，因为他没有失。所以以觉性来讲，他没有得失，他没有得失。那你所获得的这个东西呀、啊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哦，这么卡跳啊。 当你上公车被小偷趴过这个小钱包之后，你第二次上公车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把你的背包紧紧的搂在前方，<laughs> 你不会任由它摆在后方。如果车子里有人的时候，你又很小心的注意看；如果没人，当然你就会放松一点。而这些呢？ 是不是很自然？你有这样的推理跟判断的精神作用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不用问别人嘛，你自己就很清楚嘛。其实这些都溢于言表，而且甚至于你，你脑筋里根本就不用在一二三绕那个次第。嘿，检查现在有十个人，嗯，我站远一点，不会被他摸到我的包包，根本都不用这么复杂。 很简单就知道，你会站在空旷一点的地方，然后包包很轻松。如果有人上来，就赶快给他扭扭到前面来。其实这些以自身的角度超越语言文字跟思考，对不对？人的智能本来就是这样，人的这个根本根本的智慧。 其实他本来就具足。那如果说我们众生呢、啊，在需要他人帮忙，那有一些同参道友啊、老师啊、教师啊、父母啊、啊父母师长，这些以众生来看，我接受别人的帮助跟提携，其实看他啊，我们讲菩萨，他所展现出来的。 感受到他是有智慧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去感受到佛菩萨的智慧，这是对于受利益的众生而言，他也有德啊，他也看到对方有智慧。可是对于利他的这个人，也就是菩萨自己，在帮助众生的时候，他所展现出来的这个东西，他认定是智慧的话。 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，这就是佛告诉我们：你安赖行，你加麻烦，<laughs> 对不对？还觉得我有智慧，这个就是智慧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很容易强调智慧财产权，那这无形的东西化成有形，这个有形要加上我的 mark，这属我，你不可以盗用。 所以叫智慧成为一种财产，那菩萨就是没有智慧财产，他更不谈权，这样很容易了解。那我们讲智慧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智，所以佛在讲啊，如果你深深的在进入你所谓的德的这个内容。 你会发现，如何要去寻求，都不可能得知，因为这所有的一切，它是本来就这么完整，是你原来不明白而已。那诸法的存在呀、啊，它也没有固定不变的相状。他说：“那一年那件事，我怎么样，又怎么样，又怎么样。” 讲转其实听人也是，用他的想象去想象那个情境，其实也不顶重要了。对他有若干的指引动作、指引的这个功用，有在佛经里有啊，世中有讲他过去生过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可是他不是在标榜，他不是在标榜那个我跟那个答案。 它只是作为一种借鉴，让你参考，让你去懂。所以，如果你要推求万法，其实皆不可得。因为所有的举例啊，所有的实况，这些不是你可以假设，不是你可以进入任何人的世界，所以是不可得。 叫不可得空，这个语词啊，包括四种含义。第一个叫不可能，第二叫不存在，第三无自体存在之执着，就是他没有一个所谓自信啊，有一个本体的存在，所以一切万法他没有执着说。 我今天，我今天哈、哦、要结霜，我今天要制作冰块给你吃。他没有说，我今天要成立一个台风恰贝贝来让你们淹水灾。其实他没有字体，自信是空的，所以诸法不可得。第四，对于不确定而无本质之物，求亦不可得。 所以你在万物里面，你可以有所谓你可掌控权吗？绝对掌控权吗？你可能在假设中认为这支原子笔是我的，我要怎么写它就怎么写它。那这个铅笔我要怎么用它就怎么用它。其实求亦不可得，你怎么用它怎么使使用它，它也是在因缘中。 它不会是一支永远的铅笔，也不是一支永远的原子笔。它不过是塑胶壳，里面有一点墨汁，透过滚滚动的珠，而且、这个、这个水流出来，水性的、油性的呢？你可以拥有，可以去控制它永远的相状吗？其实不可得，对不对？你在那么短暂的一点点因缘和合的时候。 就生住意念，在住的时候，你好像可以得，其实那是为粹的，它还是在无常中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修行里面呢，苦集灭道，当然最后讲的都是要有得道，就讲得道高僧，得道高僧，就三乘呢，修行界定会，会证得道果。 啊，这个正得道果是在讲，他从有烦恼的相状，归零回到没烦恼的相状，所以呢，得无漏之圣道，或甚至于讲到呢，他得无他进入无漏的根本智之后，再发挥它的作用力，产生了所有的一切。 啊，这个叫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叫菩提佛果，就不用得，欸、有没有注意呀、啊？经论里面翻译都没有说他得无上正等正觉，没有，还用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菩萨具足什么什么，佛成就。 那我们讲啊，这个智就要跟同学介绍一下啊，这个修行的智，在经论里面有讲啊，观四谛之理或观十二因缘之理，能够观察四谛跟十二因缘的道理，都叫智。修六度之行。 亦以般若波罗蜜之智为究竟。我们不是讲不施持戒人入精进禅定智慧，这个智慧是讲般若波罗蜜。到佛果所证的菩提涅盘中，菩提就是在讲他究竟所得的智，而涅盘就讲他所证之理。这个是假名，安利假名。你有这样的能力。 这样叫智。那你在修行的时候，会得你本觉的能力发展出来，这叫波罗波罗蜜，这个叫智。全部在讲这个智的时候，都是安利假名的这个暂时这样的状态，你所得的这个东西叫智，可是它无相，它就是无形无相。 智慧有相吗？表现出来的也不过是因缘中的，唉因缘中的叫什么？随顺十相因缘。表现出来就是随顺十相因缘。随顺十相，它并不用智慧来作为一个诠释，那只是在受利益者说：“啊、哦，既然盖无地灰。” 事实上，是不是实相？当然呢，在经论里面有讲啊，《成为识论》里面讲，根本跟厚得智，根本智就是气正真如之智，就是无分别智、胜义智、正体智。厚得智是在讲的根本智之后，在其反照世间通俗世相世界之智，叫如量智。 俗志是俗志，也就是你归零，就是正德根本智，发展出作用而可以作用出来，就叫厚德志。而这个厚德志是随顺实相、因缘实相，所以假名称之为智。那我们有意识。 所以大乘的唯识宗又有分呢，四智，对不对？大圆静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跟尘所作智。这当然讲的是第八阿拉耶识转为大圆静智，第七转为平等性智，第六意识是妙观察智，前五士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士。 转为成所作之。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去解析自己，所以智慧的使用全部是在于语言文字给予你这样的了解。那菩萨在成就的时候，有没有一地一地菩萨的智慧？有，也有一地一地菩萨的盲点，对不对？ 所以智慧跟盲点就变成有冲突呢。如果说我们进入根本慧，也就是根本质今天用的这个解释让你好懂，叫归零，很简单哈。当你归零，能够对一切的事物啊，有这个推理跟判别的能力，然后呢？ 能力发展出来，发展出来就于一切事物的现象，能够断定它是非正邪，有正确的取舍。这正确的取舍取舍，是利益一切的，是随顺的，是界定会的，这是实相的。这样叫智。 那我们一般来讲啊，归零之后，很多人就会强调那个空，就会强调那个空。阿、啊、这种执着，阿、啊、这我嘛在，啊这样做啊怎，然后作用力没办法出来，那就是阿罗汉的智慧。这样知道？那我们。 了解说修行里面呢、啊，我们就是在杂染中。如果你没有借由办法，我们无始以来本有的这个觉性佛性，你看不到。所以跟你讲啊，你要修才能得。那随缘的。 呃，修，当然你不可能去创造啦，你还是要随顺因缘中去修啊。同学，你现在可以呃，用办法去修修持你自己，这个这个这个修德啊，要修制造作，让自己能从从这个杂染中翻过来，这完全要具足因缘、欸，你还要在因缘中呢、欸。 你今天可以拜佛一炷香，你也要有膝盖呢，<laughs> 讲很简单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要念佛，你今天要念佛一炷香，你也要有那个清静的自我绝招跟决定心哎，决定的力道呢。 我电视看，我看你对镜，你干嘛连分？这这个就是你要用你的性德去修德，你本有的，吾师本有的那个觉性啊，去修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众生不了解，就会。 只是要修德啊，不知道性德。我们在修行，其实为什么能修圆满？就是你本来就具足有的那个性德，你才可能修德完成呢。那你要修德的时候，也是依着性德。 性德的，这种力量能力，你才能修啊。所以修德跟性德最后其实它是呃互融互聚。你不要以为你学佛都是刚干的熊熊抠着几粒开哦，那个不是这个道理的。 它不是天外天飘过来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越是明白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个修行里面，它有修行过程的办法，从前面延展过来嘛。无苦集灭道，那修行的过程，你有道，就一定有德嘛。 那你无苦即灭道，当然就无智亦无德，它是两个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你有苦即灭道，你就已经有智亦有德你才能够翻那个苦啊，以道来翻那个苦，就是用灭的。三乘的圣者达到自己想要的理想，那这个上面有修行的办法。 经论里面有讲啊，将三乘的修法跟德国的情形做三种简别。第一种，第一种叫始别，始别终同，就是三乘他所修的，以声闻乘修四谛，以圆觉乘修十二因缘法，菩萨乘修六度，是不是有别？ 这叫始别，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是不一样。中同就是最后他得正菩提的时候，三乘之人同业生智，他不会再因为业感造作而流转有业报身。他不会。这在讲使别中同，进阶又在讲。 始同终别，三乘人呢？开始啊，不管他是什么的，其实都是听闻到波罗智慧，观察所有一切无自性，所以终别就是最后三乘他各证的果虽然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他的开始。 一定会听到佛所说的“波若”跟“无生命无自性”这个主题。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个，没有从这个点下去修，你终究不知道正的极灭。所以这叫始同终别。那三成人呢？这个。 华严经啊，这是华严经把三乘人的修法跟德国简别里面，他有谈到近意远同，就是三乘都是用开始的方便来诱导他，那最后呢，远同，最后佛都是要带引众生，以一佛道而得度，就是最后入一佛城。 而得度，所以叫近义。开始的时候有差异，因为方便法不同。远同，它最后都会成佛。那中间只要有这些始终对待关系跟近义远同，中间一定有智跟德的问题，一定有智跟德的问题。那我们智跟德最后到底要圆满什么东西？ 到底想要圆满什么东西？想要圆满的，到底我们想要圆满什么？我们先讲啊，先讲佛啊，在波瑞会上啊，波瑞讲了几年？二十二，四十九年里面呢、啊，他占的百分比很高。波瑞讲了二十二年。 细读《般若经》，您发现，须菩提的智跟舍利佛的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《般若部》的经典里面，世尊叫声闻弟子须菩提，叫他说空，还是叫他说空的道理？因为须菩提的空啊。 他空智天明，他有空的智慧。然后他在俗世里面不是在缝衣裳吗？佛从刀立天呢、啊、为母说法，从刀立天回到娑婆世间的时候，这须菩提刚好在缝衣服。他心里想着：“哎呀，佛今天回来，大家都要去迎接佛。”他起身想起来的时候，就心就知道。 佛在说一切是空啊，所以他既已体得空，又何必造作？于是他又坐了下来，继续缝他的衣裳。所以，他于十世中见佛的法身。那佛呢，在《大品般若经》里面就加倍他，就让须菩提，你来说说空的道理。 但是你细读《波若经》，就又有一段，世尊呢就叫舍利佛，你在说波若，所以须菩提的波若是偏空而自证。那这舍利佛被加倍再来说这波若的时候，他就在讲自证以外的。 他用，所以佛就让这两个人都说波雷，一个说空，一个讲波雷，方便。我们刚刚在讲归零，就是须菩提，这样比喻，懂了吗？啊，须菩提的空跟波雷的空。 很相应是相似，而不是 boring。所以为什么金刚、啊《金刚经》啊，《金刚波雷波罗蜜》里面是不是须菩提跟世尊的对话？一问一答里面，须菩提恍然大悟，气势纵横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它是相似 boring，而不是 boring。所以佛让他说空嘛。 那波瑞，它所展现的是有功用的，所以在有功用的状态之下，就叫舍利佛来说，舍利佛就从归零之后的作用力开始来说，这个智慧的展现，整个僧团呢、啊，僧团的运作啊，所有一切的处理，这样了解。所以，须菩提有没有得？有没有得？ 有，舍利佛有没有得？也有，智一样吗？不一样。须菩提得的是一切智，叫空的智慧，而舍利佛已经得了部分的道种智。这样很了解，所以我们才。 慢慢的去知道，原来这个《心经》要讲的，从过程你要自己去发发生了、啊，把它把它了解，到最后它告诉告诉你，无智亦无德，但无智亦无德，一须菩提自己本身是无智啊，安住于归零的时候，如果他安住于清净当中，也无德啊。 是不是也是无智亦无德？是不是无智亦无德？那以佛来讲啊，是不是也无智亦无德？因为它已经超越语言文字跟境界了因为在实相中啊，在实相中不需要再立安立假名叫智。 而对于已经成就者，不用谈德，是不是也是无知亦无德？个人如果安住于空的境界当中，泯除了自我的意识波动，哦，没有觉受，也叫无德啊。但以整体来说，其实他住在某种境界，还是叫有。 这样了解，我们菩萨是不是有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然后登地开始就登地了？同学，实性这个性是清净性啊。那你如果能够安住于清净的佛法里面，当然就是安住于清净的法要当中，这个烦恼自然就。 就不存在嘛，它两个不同存啊，不同存。你会不会？我安住在我的佛法的关照里，然后我的烦恼还在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你如果安住在这个办法，这个时候，这个烦恼自然就慢慢的就没有了。所以这里面有一段佛告最圣跟菩萨摩诃萨，因为。 情法者是最甚啊！那里面有菩萨摩诃萨、天龙鬼神、阿修罗等等人非人等。佛就讲了：解道无机，即然无名。假使最胜道有处者，菩萨摩诃萨不于平等法中成最正觉，以其道果无处所故。菩萨摩诃萨成等正觉。 其实你要根据佛所说的，你了解了，那你了解之后去实践这样的一个办法，这过程呢，它并没有什么诡计可言，因为办法就是拿来使用啊，你就在所有里面随顺这个因缘去做，即然无名，它不用在假立。 我这个叫什么？假使最圣道有处者，因为情法者叫最圣。所以这个最圣第一的解释是说，跟这个人讲：假使啊，张三啊，到如果有一个固定的处所，或是固定的地方，你可以去到那个地方。 或是你可以把握的某一种道，那么菩萨摩诃萨就不可能在平等法中，也就不可能成最正觉。意思呢，就是一切道皆平等，一切皆殊胜，所以菩萨才能够成正觉。第二节最胜道讲的就是殊胜的，毕竟成佛的菩提道。 以其道果无处所故，其实我们任何的办法，它都没有一个处所，它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点。众生看事情有起点，所以有生命菩萨看所有的一切，无始而无终，所以无生命它就是因缘法。那你如果， 认为，哎呀，这一门开始啊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！哦，怕过啊，哎、欸，电视被按了较紧嘞。这个有史，看起来是有史，其实它是因缘法。啊，这种故事，千百亿年，还不是就是爱恨情仇变来变去，男女主角爱来爱去，冤家恨来恨去，轨迹使来使去，<laughs> 就这样子啊。<laughs> 千百亿万年，还不是都是五蕴泼来泼去，<laughs> 是不是这样？那真的什么叫史？什么叫末？那真的修行呢？哪个点？什么东西？这道遍一切处哦，啊！所以菩萨摩诃萨纯等正觉，因为他了解无处所。你要去哪里成佛？ 如果要设定某一个地方，我才能成佛，那有一点麻烦。嗯、那就是不了解。你今天可以移动你自自身，可以移动到呃，我们这里最近啊，台中的某个山，丰源的某个山，啊，彰化的某个山，这个也是因缘呢。那你这个移动是不是用？ 清静的觉性，这样去移动。所以在哪里那个环境帮助你去体会，或是你在哪里可以真正智慧现前，那个其实是因缘中你的努力的成果，并不是说在哪里你才能成就。如果你在这里能成就，在家不能成就。 那念佛法门怎么办？你只能跑到法堂去念了、啊 <laughs>，是不是？啊，禅修法门怎么办？你只能只能到禅堂上才能修，那也不是啊，那个是过程。我们太微脆了，太容易受到干扰，所以我们才要营造营造自己适合的啊、呃、这种清静的环境，然后念佛呢，共修以众靠众嘛。 这个是自己的过程问题，它不是答案。《石柱断结经》里面又谈到：觉道无智，亦不有智；觉无所觉，都不见觉。言无是道，亦不见无；言我是道，亦不见我。我人寿命，亦复如是。一切众智，亦无形象。这个应该不用解释，看了就知道。 所以，如果你在觉的时候所觉的，也不会去见到觉这么一回事。如果你现在在觉说，你看我在觉，你就进入了我在觉。如果这是进入我，我在觉，啊，这叫能。然后，你看我。 觉悟了，他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事情，这叫所觉。你还是有能所吗？所以觉无所觉，都不见觉，才是没有我。而这个觉性的展展现，在觉这件事当下很明白，没有我跟没有事，那就是能所两亡。那这种。 情形之下，也不谈道或非道，也不见我或非我。所有的智慧也是这样。你今天如果去上小学一年级，知道百位数字，嗯，三乘三等于九，能够知道一千乘一千等于多少，回去会不会很开心？告诉你的家人，我今天会了，三个三加起来就是九。 说三三得九，家里人会说你好聪明哦。其实等到你三十岁的时候，你来看自己的一年级，你会怎么说？<laughs> <laughs> 你会怎么说？<laughs> 那有什么好聪明？那就是以前不知道三个三放在一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是九而已嘛。 可是那个时候却渴求父母亲的，你好棒哦，你好聪明哦，你有智慧哦。当你三十岁来读三三三得九，就好像一个不用思维也不用强调的事情了，它几乎都是本能呢。同学，我们只是没有去发现自己的本能，本能嘛。 因为你没有归零，<laughs> 这样是不是很容易了解？所以一切众智亦无形象。修行的智慧啊，其实它差异很大。那在过程，我们都会为自己标立出下一个呃阶段性的成就啊。所以呃，世尊也会慈悲的告诉我们。 你可以就的这个办法去实践它，那最后你会达到这样的成果。最重要的就是先讲到罗汉的四智啊，就是大家听了之后，当然是觉得哎，这个就是我想要的。这是根据《圣曼经》一成章里面记载的啊，就是第一，我身已尽啊，这、就是断尽未来苦果，断集之智，也就是。 所有现前的，我都没有在做极的这个动作，苦集灭道嘛，我都没有在造因呐、啊，所以我我断了这个极，我都没有在造作起心动念呐、啊，呃有为的等等的这些，所以啊，我这种生命继续轮回下去的这种原因没有了，就未来就不会有苦了，就是罗汉第一个所证得的。 第二个叫做犯恨以利，修道而成满无漏之圣道，乃修道之志，就所有该修的，呃，现在有个烦恼，我怎么样该把它处理？这些办法，还有我身边的一些点点滴滴的这些呢，我都用清净的，呃，去，呃，呃，静呃，清净的啊，在行住坐卧前，所以犯恨以利。 是不是这句话好吸引人呢、啊？<laughs> 是不是？身口一三业皆清净，嗯、呃，内心没有在积那个因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是修道之智啊，我懂得这样去做，身口一清净，是不是修道的智慧？第三个叫所作已办，断尽啊、呃，断障正灭之功成。 乃正灭之志就是所有烦恼我都消除了，我没有留下那些尾巴，然后正灭，就真的灭了苦果啦，是不是正得了那种不再有烦恼的，的那种障碍。第四个叫不受后有。 无学的圣人，以尽生死祸业，不受后世苦果，乃断苦之智。我持续这样，现在这样，然后我都清净里面，说该做的都做了，是不是不受后有？我就没有再下一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断了苦的智慧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叫人？嗯，这怎么讲？很期待。 对不对？但这罗汉四字却不是佛，这个是二乘无学圣人内政的四谛之智。可是这个已经是这么的高超啊、殊胜啊，是不是这样想？那《大制度论》里面讲啊，我们盖瓜所有的智啊，啊，当然很多种智啊，现在介绍四智。 《大制度论》里面讲四智，叫道慧之一道之智，就是你知道，你要毕竟解脱，就这么一条路。你这样的智慧，同学你有吗？有吗？怎么那么没信心？看大下，嗯、有吗？有，这知这是唯一的一条路，这样的智慧有没有？有，有这个叫道慧，这、就是第一种智慧。 当你听经文法就有这个了，当你知道办法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知道一定得解决的嘛，你还摆烂干什么？<laughs> 是不是？所以那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该怎么样处理它？哎，归零，这叫、个、倒毁，就这个办法。 知道这就是唯一的一条路嘛？第二种叫道种会，就是办法有无量无边的差别。那每一种办法都能通达这个无量道的智慧。就是你有任何的烦恼，你都知道，他必须处理。啊，他处理它，就有随顺实相，应该去圆满的，应该去。 去成就的，这个叫道种会，第三叫一切智，也就是知一切法即灭一相之空智，也就是所有这些其实没是非的。那你现在知道你在混杂的状态，所以你有一道之智，然后你有道种会，也就知道这个办法应该要怎么。 那最后呢？知道它毕竟空，回到空啊，是不是一切智？那回到空，今天就用这个代名词叫归零。那回到这个空，一切即灭嘛。那最后其实没有嘛，那无生灭的。最后的介绍：一切种智，知一切法一向即灭，并视一切法种种行类差别。 唯有空双照之实质，也就是一切都完成。佛就是一切种子嘛，菩萨就是在过程里面有道种慧而进入一切智嘛，开发一切种子。二乘人是进入一切智，回小向大就是道种慧而成就一切种子。那菩萨。 在讲是发大心的凡夫开始就叫菩萨了嘛？那如果是所谓从呃次第上来讲，修行人如果他的种性是菩萨种性，然后一切指正得之后，随即当下放下亦可提起，放下的时候亦能承担，承担中能放下，那么。 就是道会、道总会跟一切智，皆在运作中嘛。当它圆满所有一切，就一切种之，就是空能够看到妙有，在空也能够行妙有，在妙有中又安住在空的道理。那天台宗就是以这个四字依次。 配《法华经》的开示误入开道会，我们的听经文法是不是就开开启了这么一条路？明明白白的不归路 <laughs>，其实是明明白白的回家的路啦。所以不归就是不要再轮回啦，明明白,白白的回家的路就开嘛，是。 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办法，你都可以用，你就挑你适合用的去用，每一个办法你都得用，到最后每个办法你都用过 <laughs>。同学，这点相信吗？相信，最后你每个办法都用过，才会成就一切种子啊，对不对？这其中一定会真正使用而即然下来嘛，所以已经一定会获得一切智，然后再把。 道总会合并起来，啊，当下即承担即放下，啊，有跟空都没有什么两样，是这中道实相。那这样子，原来罗汉的四字跟佛的字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以字内证的角度来讲。 刚刚讲，我身已尽，放恨已立，所作一半，跟不售后有，是不是在自己？这自己的了解，自内证的，四替所证得的。但这不等佛呢？这不等佛呢？有一段就要跟同学讲啊，这是深瑞，他著的《中论序》，这里面他讲啊，故知。 大觉在乎旷照，小智禅乎爱心。照之不旷，则不足以以有无一道俗；知之不尽，则未可以设中途泯二计道俗之不疑，二计之不泯，菩萨之忧也。 其实我们佛法、佛教里面讲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是正智，是开发成就那个不偏差的智慧。所以，真正的觉悟啊，大觉在乎旷造，就是无量无边，你都可以关照，你都了解，是这样的。 小智残乎爱心？那你以为自己已经有某一种能力、某一种现况处理好自己的这一块？其实你以为这就是宝足了，这会框住你自己，在自我的自立、自受用的世界里。你知道一切是空，空的可真妙啊！自自受用，但对他人、对所有的众生。 它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力呀、啊，照之不旷。如果你这上面没有一个广角的无量无边的智慧，则不足以以有无一道数，那么你就没有能力，不能够真的有跟无两边都消融。像有的人人的能力呀、啊，一件事情他只能看到某一个角度，是不是这样？ 有的人他是不是看到全面的角度宽广一点？这个就是照之旷与不旷嘛。那有的人，我的学功阿赖底好阿赖、啊，我来后面还有那么多自己不了解的东西。这个就是照之不旷，知之不尽。那有无啊？ 都是要消融的。一个人如果住在有，叫长嘛；一个人一直住在无，叫断嘛。这两边，长与断，在因缘法里面呢，是显跟隐嘛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全面去看清楚这些，你可能只是落入自己的遐想。 有的时候是自己的幻觉，有的时候是自己的意识，有的时候是自己的知见，这个都是叫有啊。有的时候是不能觉，不能反应，这叫无啊。我拢无看，我拢无看，啊都无去干代志。啊 <laughs>，有的是只只看到一小部分，于是在里面就框在那个境界跟那个那样子的立论里面走不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一切。 哪有那么多的是非呀、啊？很多人就内心里好多好多的是非，那这个状态之下叫有所得，你得的是世间的事事项里面分辨出来的，分别。